那另外呢，我们小时候读小学的时候，我的学校需要签联络本，还有成绩单出来需要去家长签字。所以呢，那天平常都是我妈妈做这个事，可那天我妈妈出去了，就我爸爸在家，我姐姐就拿了她的成绩单去找我爸爸，就爸爸麻烦你签名，我爸爸就把成绩单拿在前面看了很久，然后就问我姐姐说。为什么你成绩单的颜色不一样啊？我姐姐就说：“因为不及格，不及格不是红色嘛，及格是蓝色嘛。”所以，我父亲很幽默的只问她说：“怎么你的颜色不一样？”那我父亲再看一看，就想了一下，听我姐姐说：“那以后可不可以通通都一样啊？” 这就是我父亲平常跟我们的教育啊。我师父说，他跟他的徒众是3分师师徒，7分道友。我觉得我父亲跟我们是3分父女或父子，7分朋友。给我们从小非常温馨的感觉啊。所以上次我刚刚提了说，家父80岁的时候，大师在台北道场，请了我们。替我父亲庆祝他的80岁生日。那个时候，余秋雨，你们都知道余秋雨这位大的文学家，他正好在台北道场，他就参加了我们那次的聚餐。那我父亲就说：“哎呀，余先，你的大作我们都有拜读。”那余先就说：“啊，这都是你的家人吗？”我父亲就说：“好，让我介绍他们给你。”然后他就会说：“这个是赚钱的，这个是数钱的。”这个是花钱的，我父亲就是其实他的人生非常的幽默，然后父亲其实很喜欢文学，因为他文章写得很好，他也会画画，他的油画也相当的不错，然后他其实运动很好，有一次我们在西雅图我姑姑家。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我父亲很少讲他小时候的事情，也不大吹牛的啊，这个人。所以呢，我姑姑家有一个乒乓球桌，我两个弟弟就挑战我爸爸，就说：“爸爸，我们跟你打乒乓球。”我爸爸就说：“好啊。”那我们想说，哇，我爸爸还穿了拖鞋啊，就拿起乒乓球的板，结果把我两个弟弟杀得头破血流。后来我们才发现，他在高中的时候原来是乒乓球队的队长，而且还拿了第一名。所以他其实运动很好，他打高尔夫球也打得很好，这是在中英文讲的 single handicap，就是72杆以下。所以有一次也是为了外交的关系，在新加坡和李光耀先生，也是家父很好的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然后这个陪同的这个外交官就一直递纸头给我爸爸说：“请你不要赢，请你不要赢，你一定要输。”所以我父亲也很可爱啊，就故意吓吓他们，到最后都达到大家的愿望。所以这个是我父亲所以我父亲一向是我们家因为是大家庭嘛，家庭很大，家族人很多，所以从小我们就是以和为贵。所有东西退一步，海阔天空，家里家和万事兴啊，这是我们大家的。然后父亲做人其实是很有原则的，像刚刚大家说，大家父亲做海基会的会长，可是他对我的两个弟弟是管制很严格的。他跟我的弟弟说，在我有生之年，你们都不能去中国大陆投资。他不希望我们利用他的关系在中国大陆有任何生意上的往来，所以他毕积贤的心理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所以我的两个弟弟真正遵照我父亲的交代，所以在我父亲往生之前，大家都去大陆，我们没有去。然后我父亲其实是非常爱国的，我们家兄弟姐妹5个。我的弟弟他们通通都没有入美国籍，因为那个时候入美国籍是很多人都是平常家庭环境好一点的话，我的弟弟他们到现在都是只拿中华民国护照，包括我们的
我父亲的孙子辈都是那当然我们女孩子就没有办法，我父亲说女生出嫁就从夫家啊，所以我是唯一的例外，我跟我的孩子是有持美国护照。可是我父亲说，儒家的思想、中华的文化是我们自己最大的骄傲，所以永远都不能忘记。所以这是我父亲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我们一直谨记的。我怕超时，我想没有关系啊。其实几次我听顾小姐分享她父亲的一些人生的一些经历，或者她对他们的教，我都听得都很感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爸爸。大家猜猜看，顾老先生煮不煮菜？他煮菜吗？我爸爸很喜欢烧菜。我父亲虽然很忙啊，可是他一定每个周末就留一天给我们，然后呢他会去自己准备菜给我们吃，我们都很喜欢，尤其他日本菜烧得很好。那当然他，所以我们都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然后我父亲最棒的是他喜欢带我们去旅行，我到现在我们所有连我的孩子都记得。然后他的心永远是替别人想的，跟大师很像啊。就是说我们去旅行的时候，他的这个他把所有的出发餐厅每一天做什么他都排好，而且是排三套。就是说他跟我妈妈年纪大了，他们是这样子，我们这一代他叫我们去做什么，下一代他们叫什么，然后我们吃饭的时候统统聚集在一起。所以他不会说因为他们年纪大就大家都在旅馆啊或附近啊就晃晃，没有，他永远替我们着想。所以就像我说我们家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小时候的房子，拆掉然后父亲在40年前把它改建成一个8层楼的房子。我父亲说你们一人一层，因为为什么？他说我喜欢你们跟我在一起，可是我知道你们年轻的人有你们自己的生活，有你们自己的朋友，所以呢我让你们有独立的空间，我们在一起又像不在一起。所以呢我母亲到现在还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妈妈跟爸爸是2楼跟3楼，我的是4楼，我妹�妹5楼，我大的弟弟6楼，我姐姐7楼，我小的弟弟8楼。所以呢，所以这样子呢，我觉得我们非常感谢他的这个安排啊。尤其像妈妈现在年纪大了，就是说大家随时随地谁有空就下楼去看妈妈，下楼去陪妈妈吃饭，然后兄弟姐妹还有这些我们的下一代都感情非常好，因为从小就一起长大，然后又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个是他很智慧的安排，我们也非常感谢。谢谢。我常常几次听顾小姐分享她父母亲怎么教育子女的时候，还有兄弟姐妹的相处啊，我都觉得是人世间人伦的典范。人世间人伦的典范，有机会的话还可以再多听一些。我还记得有一次郭小姐跟我分享，她有一次那时候读小学的时候，你说遇到同学跟你讲说爸爸是台泥的董事长的时候，你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是我在我小的时候是读私立学校，然后私立学校只要初中，然后我就考进了2女中，就现在的中山女中。那个时候的同学有一天就来，有一位同学跟我说顾怀珍，我爸爸在你们花莲水泥厂做工人。那我是很笨的，小时候我就回家就直接的把这句话告诉了我父亲，我说爸爸我的同学说他的爸爸是你花莲厂的工人。我到现在都记得爸爸脸就一板，就跟我说请你注意，我的公司里只有同仁没有工人。这是他给我很深刻的教育。
平等跟尊重。哦，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的，不管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身份跟角色。哦，我们每个人其实扮演不同的，透过不同角色来承担不同的使命，但是我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互相尊重是应该的。而且我还听郭小姐讲过，她说有一次爸爸带她去台泥公司的时候啊，爸爸是可以叫出每个员工的名字，那可见他对员工用不用心，是很用心的。我父亲在美国生病去开刀的时候，那个时候经文处，经济文化办事处，因为在美国都是代表，有一位苏先生来看我父亲，我父亲看到他居然跟他说，你舅舅好吗？他以前是我公司的同仁，我都吓到了。这就是他，我父亲对人他非常的尊重，而且感念也非常感谢人家为他曾经服务。好，我想辜老先生他教育子女这一块啊，其实我觉得怎么样经营家庭啊，其实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那接下来呢，从这个家事到国事啊，刚刚提到辜老先生也是这一出的是台泥还有他很大的一些事业的负责人之外啦，那最重要的是他对整个国家对两岸的贡献从早期的这个耕者有其田，我们都听过这跟他们跟辜老先生也有关系，然后九二共识、辜汪会谈，各位知道今年是辜汪会谈第几年吗？刚好今年30年。所以最近大陆啊，我看到有很多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有在提出来我想请问辜小姐，就是从家事到国事，请你分享就是辜老先生是用什么样子的精神跟观念来面对这些事，尤其呢这里面有没有很多的名跟利，有没有？那给各位猜猜看，辜老先生有没有当过官？有还是没有？好，我们听听辜小姐怎么说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欢迎辜小姐。谢谢。我父亲一生没有领过官职，因为是我祖父交代他一生都不要做官，所以当年的确总统曾经征召他，希望他入阁，可是他就跟总统说，我在企业界为国争光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做所有的事情看似是为国家，是为国家，可是都不是以官职的身份，都是以私人的身份。那现在就容我把我父亲的这个一些事情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刚刚讲到375减租，耕者有其田，这是1949年的时候，大陆沦陷，忽然台湾多了200万的人口，粮食成了很严重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的政府就有这个政策。那个时候是陈诚，那个时候陈诚先生，后来他做了副总统，他的政策，所以耕者有其田是在1952年才推行的。一开始是375减租，所谓375减租就是你租的田那一块地所的收成，地主只能拿37.5%， 然后呢其他的是归于种田的人的，所以这是一个在租金上很大的折扣，这是第一。那第二呢是工地放领，这是政府的政策，就让很多的人可以来领工地。第三呢，就1952年的时候做耕者有其田。耕者有其田就是，我就说啊，地主可以保留水田3甲、旱田6甲，其他的统统由政府，要么是土地证券来补偿，或者用公营的事业来转移民营，来让你领取这个股票。所以我要提到这个是家父一直曾经说，他说我不是要来领功，可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让大家知道，台湾的这个工业的革命其实是全世界最和平的。
而非常感谢当时所有的地主，不光是我们，那个时候有70,000多位地主，统统都同意配合政府做这件事。尤其中国人对祖产是很重视的，你等于是要让他放弃他的祖产，然后你们大家都晓得政府来跟你换的钱都是非常有限的，不会是真正当时的地值的钱。不过为什么会成功，我父亲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是政府的政策是做得完善的，第一。第二呢，是他说那个时候的地主家里环境好一点，都会送子女出去留学，很重视教育，所以要么去日本，要么去美国，去英国，大部分去日本去留学。他们留学以后，不光是学生，连这些家长都发现说啊，海外国外人家别人的国家那么强盛，是因为有工业，所以没有工业国家是不会富强的，靠天吃饭是很辛苦的，尤其人这么多的话是不大可能的。所以这些地主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工业化，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肯配合地主的配合。第三呢，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呢做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叫做民政地政做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好，所以在这个三七五减租跟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很容易就知道谁有什么田，你需要拿出来等等。所以在这个之后呢，三七五减租在各地主大力的合作跟配合之下，台湾有了一个全世界最和平的工业革命，也是台湾后来能够工业起飞，成为后来四小龙的这个都是因，后面就是那个果。那讲到我父亲为什么后来会在代表国家做这么多事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土地，我们的土地要国家拿民营的公司来跟你换，那这个时候有台泥台矿、农林跟工矿四家公司拿出来，那我父亲就参与了台泥的转民营的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政府又指派我父亲做示范工程师，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圆满，所以我父亲就努力的把这个事情做了圆满，也做得大家非常的满意。所以在1956年的时候呢，日内瓦有一个国际劳工会议，这个时候国家觉得我父亲有这个外交的能力跟组合的能力跟他的人员的能力，所以就跟我父亲说你代表国家去参加。所以我父亲是第一次代表国家以人民的身份去参加了这个劳工会议结果非常的圆满，收获也很大，从此就受到国家的重视以后很多很多国际的会议都请他去参加，虽然他代表国家而非官员代表国家出去所以我父亲参与的有很多比如说他曾经做过 ICCI 国际的总会长，还有 PBAC 就是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 他做那个荣誉总会长，也做了会长，然后PBAC 是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 他也是做总会长跟常务，然后 APEC 大家到现在都还晓得 APEC 到现在是在台湾能够跟全世界的人和中共平起平坐唯一的一个机构，那是对。那这个当初其实要促成是很辛苦的，父亲很努力的在3年以内圆满了这件事，然后他很强调的说这是一个经济体的代表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代表，然后让他们把这个东西白纸黑字写好，所以台湾到现在还可以在 APEC 正式的参加和任何的国家平起平坐。
我现在就讲两岸的融冰，1992年，九二共识。我父亲受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其实他也是战战兢兢，因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两岸已经隔离了40几年，要重新搭造这个平台并不容易。可是他一生他也很庆幸，因为对岸的代表是汪道涵先生。我父亲曾经说知音难寻了，居然在晚年又找到一个知音，他们两个有共同的爱好，有共同的喜欢，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国家的看法都有共同的想法，所以他们两个到最后就说，我们两个下的这一盘棋不能把它下死，我们要让后人有路走，所以这是他们两个的共识。那1992年的九二共识是在香港先签订的，九二共识签订以后呢，1993年，所以今年30年，今年2023年，1993年第一次孤汪会谈，大陆叫汪孤会谈，就在上海举办，所以我父亲就代表了中华民国去参加了这个汪孤会谈，孤汪会谈，那结果也非常的圆满。那本来是希望能够再请汪先生到台湾做第三次的孤汪会谈，所以我父亲很兴奋，他把台泥的顶楼14楼全部重新装潢，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圆桌可以同时坐30个人的他就是在期待有这么一天，这个孤汪会谈可以重新在台湾举办。可惜了，因为一些因素没有促成，这也是他到最后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两老其实命运也很好玩，他们两个到最后，我父亲是在这个2005年的3月往生的，汪老呢是那一年的12月走的，他们是同一年走的然后他们两个虽然见面不多，可是两个都喜欢吟诗作词，所以他们都有彼此相对的这个诗词互相来往。那今天正好是汪孤会谈，孤汪会谈30周年，也希望期许两岸和平，全世界和平，大家能够共荣，中国人一起有一个兴荣的未来。谢谢，谢谢，谢谢顾小姐跟我们分享哈。其实我听到这一些，不管是耕者有其田、375减租，或者是孤汪会谈，我心里面就觉得说，我们今天能够在生活的这么平安，然后在这么民主的地方，然后能够立足台湾，然后放眼全世界，然后两岸之间能够这么长期以来，这几十年来这么和平，两岸一家亲的往来，这里面是多少的前人，多少的长辈努力过来的。那接着，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怎么样让这些美好的姻缘能够继续延续下去。我们承受的是过去这些前人长辈他们的努力付出跟奉献，但如今这个棒子是交到我们每个人手上了，所以怎么样扮演两岸之间这种和平互动的往来，我们民间的力量其实也是很大的。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就是我们赵廷真赵老先生他的一些过去的一些典故各位知道台湾的塑胶业从谁开始吗？说到台湾的塑胶业，大家马上想到台塑，对不对？但是你们知道吗？有人说，没有赵廷真先生，就没有台湾今天的塑胶业。台塑最早开始是谁呢？像是跟赵廷真先生有姻缘的。好，那再请教各位大家知道芭比娃娃吗？都知道芭比娃娃呢，也是赵廷真先生在台湾生产的。然后另外呢，整个赵廷真先生从台湾到美国，他现在目前在全世界
他现在已经往生了，那现在这个事也已经接到这一个辜小姐的先生赵元修先生这边了。他们在全世界呢有100多家的公司，那么20000多名的员工，那同时呢也获得政府对他们的肯定，获得这个所谓的石化贡献奖。那他为什么可以把这个塑胶业从无到有，从台湾到全世界各地去呢？我想我们想请教，就是赵老先生他的企业的精神跟理念是什么？哈，那也请顾小姐跟大家做分享。谢谢。我公公呢，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非常的庆幸能够嫁到赵家，有一对非常明理的公婆，和尤其他们是学佛非常认真的一对夫妇。那我公公呢，1946年就随了中华民国的政府来到台湾办理接收。那个时候他做营造业，因为只身一个人到台湾要白手起家嘛，那他就开始盖房子。盖房子需要木材，那个时候王永庆先生就在卖木材，所以他就这样认识了王永庆先生。那个时候呢，有美元会，我不晓得，可能年纪大一点的人晓得，美元会有给台湾几笔的资金，在帮助台湾的经济成长。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位他们的同乡正好在经济会，经济部就打电话给我公公说：“老赵，你要不要做这个？”我公公呢，跟我父亲的想法一样，国家没有工业是不可能富强的，所以他从小就要工业化，因为在中国大陆是很苦的。他说每一次有蝗虫灾啊，或者有水灾啊，或者有什么，北方的人呢、就会，他是苏州人，就会挑这个担子啊，箩筐啊，前面一个小孩，后面一个小孩，下来是什么？卖孩子，小孩子绑2个辫子，辫子上面绑一根稻草，你就知道这个他是要卖他的孩子。所以对我公公来讲，从小看到这个，他非常非常的不舍得，非常非常的心痛，所以他就说：“我有机会，我一定要让国家工业化，我要贡献，我要奉献国家，让国家强大，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受苦。”这是他从小给自己的一个志向。所以当他听到他的朋友从经济部打给他，问他说：“你要不要这个？”其实他不晓得什么是塑胶。那个时候的台湾，那个时候1946年啊，1954年、1953年左右。他完全不知道塑胶是什么东西啊，可是我公公为了要做工业，他就一口承担，就是好，我们来做。然后可是他没有那么多钱啊，他就跑去找王永庆，就跟王永庆说：“老王，我们一起做吧。”那王永庆那个时候就跟了他一起，两个人就去做了这个塑胶业。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1954年创立的时候叫福茂，福气的福，茂盛的茂，福茂是 Formosa， 现在台塑的英文还是 Formosa， 可是那个时候叫福茂，是这1957年的时候才正式改名叫做台塑。那我公公呢，就跟王永庆两个人把这个台湾的塑胶业做起来。那个时候其实塑胶业做了很多的，我们做原料做出来都是一颗一颗小小的塑胶粒。我先生就说，这个时候台北到台南，所有高雄所有的仓库都堆满了塑胶粒，可是卖不出去啊，因为台湾人不认得塑胶粒干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公公就有师父的精神啊，他有对抗困难的勇气，他就带了我婆婆跑到国外去取经。他想，我要想办法，这就跟我们学佛的苦集灭道很有相关了。有了苦，你就要想到我怎么把它灭掉，这个苦就要找方法，对不对？所以他就先跑到日本。日本人因为觉得台湾跟他竞争很多，不愿意教他，他就跑到欧洲去。他在欧洲，在德国找到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专门做那个塑胶鞋，这个就压以后，这塑料放进去压出来。那台湾那个时候很多人没有鞋子的，所以他就带了这个机器回台湾，开始做塑胶鞋。那台塑就是这样子就开始发达了。那当然后来呢，我公公是兴趣很广的，我公公做了台塑，后来下面有南亚、台达等等啊。然后后来我公公在10年以后，
1964年，他就跟王先生说他想离开台塑。那那个时候也跟王先生谈好，就是他帮忙让台塑上市，上市了以后呢，我公就离开了台塑。当初是王先生是董事长，我公是总经理，那所以他离开以后就自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华夏海湾。华夏海湾呢是跟美国人合作的，叫 Gulf Oil Chemical。现在 Gulf Oil 已经被 Chevron 合并了啊 ，Gulf Oil Chemical 现在不存在。那时候我们合作的是 Gulf Oil Chemical。然后我公公做事，我们很佩服的就是说，他跟这个外国公司，外国公司就说，台湾你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所以他说，对对对，你不要相信我，财务由你派。一个公司最重要就是财务嘛。他说你来管财务，我不管。那这样你总放心了吧？所以我公公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啊，所以他从来像以前，如果以前的老板，因为台湾是用盖章的，所以以前的老板出国盖章，图章一定要自己带走。我公公从来不带他的图章，他所有东西都交给他的秘书，交给他的，所以他真的是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这个他是他的精神。那我们现在就讲芭比娃娃。我公公在台湾有一个公司叫美宁，我不晓得你们知道，美宁英文是 Mattel， 这个公司在泰山，台湾的泰山现在是由当时的一些我们的同仁，他们成立了一个芭比娃娃纪念馆，就在泰山。那时候全世界80%的芭比娃娃都是在台湾做的，所以台湾那个时候有叫做芭比娃娃王国。那可是很好玩哦，因为家里太多芭比娃娃，我的女儿，我乔叔的女儿，没有一个人要芭比娃娃。主要讲的是芭比娃娃其实做得非常好，非常非常的好。可是有一年我公公，我看啊，1988年我公公就跑到美国去找他的老板，老板叫 Arch Spear， 我们都认得的很好的朋友。我公公就跟他说，我要结束了。这个 Arch Spear 就跟我公公说，为什么呢？你钱赚得不够啊，那我再多分你一点。我公公不是钱赚够了。他那为什么要结束呢？他说市场已经没有了。为什么？那个时候电脑事业开始了，所以他发现我们的，因为这个做芭比娃娃都是塑胶的嘛，我们的工厂需要温度，所以都不能装冷气的，一有冷气的塑料就硬了，你怎么去捏这个娃娃的东西呢？所以呢，他就发现他的工人就跑到这种电脑公司去做事了。所以我公公是一个非常敏感而且很有高瞻远瞩的一个人，所以他就跟他说，台湾的你要准备要撤，因为好景不长，好的时间已经过了。所以这个，所以他就说那去哪呢？他说你去中国。我公公给他建议，你去中国。可是这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真正开放，你看啊，1988年，中国真正开放是1992年，1988年，那他就说，那除了中国呢？他说，他这个老板就说，他说那我去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结果呢，我公公他就跟我公公说，那你跟我一起去。我公公说不行啊，我那时候不能去中国的，你只能自己去。长话短说，最后呢，现在他的中国厂还存在，做得很好。可是其他菲律宾什么都已经泡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公公当初给他的建议是完全对的。那他也是在，我很佩服他的是，他在一个公司最好的时候，他看到未来的问题，他就把它停止了，止血。
那相同的，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我的公公就在马来西亚投资了一样的我们的石化厂在马来西亚，在那个时候也是做得很好，可是到最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是去跟政府合作，所以有一些问题，他们政府希望能够结束，所以我们就在跟政府跟我们商量之下，我们就同意，后来就卖给了韩国的一个公司 Lotte， 也是很大的集团。那我要讲的是我公公的心量有多大，因为到了马来西亚，从台湾呢去了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他其实真的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会成功还是会失败，所以他又怕拖累别人，所以他自己准备了$10,000的 reserve money， 就是后备的钱放在那里，万一公司有状况他可以拿出来运用，所以他都准备好那个钱就放在马来西亚。是在公司要结束我们卖掉给韩国人的时候，就剩下这$10,000，因为这$10,000是他私人的钱，并不是公司的钱。所以这个我先生就问我公公说，那爸爸，你这个$10,000怎么处理？我公公就说，就分给大家吧，这是他。所以我公公就把这$10,000的美金分给了当时我们公司从董事到所有的员工，第二天居然上报头版新闻，他们马来西亚头版新闻，他们的报纸说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企业离开的时候是这样处理的，所以给了我公公非常大的这个尊重，而且他们也给了我公公这个拿督，我叫 Datu， 就是一个很高的荣誉。那他也就这样离开了。那我公公兴趣其实很大哦，他有你们年纪大一点人可能听过爱可乐皮箱有吗？爱可乐也是他做的。爱可乐那个时候广告出来的时候，从20楼把这个行李丢下来到地上都没有坏掉，我公公一看那个广告吓死了，他说，他就跟我先生说，还得了，不被人家告死啊。所以这我公公是个很可爱的人，永远充满了阳光，而且永远包容别人，这是他大概我稍微讲一下他做人做事跟他对人处事的态度。谢谢。我觉得赵老先生是一个很惜舍的人，而且他不会觉得这个钱都是我的，他个人的钱$10,000，各位你们会拿出来做什么？他拿出来给自己家里面的人用，对吧？但是他是把所有的钱都贡献出来，然后给他所有的员工，是这个样子的。好，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就最后谈一下，就是赵老先生平常的为人处事，他跟在家庭里面跟家人的互动。我公公其实也是个很有趣的人啊，我为了这个题目，我就去问我的小孩子，还有他几个孙子，他说哦，我没想到，他叫他敖公，好公嘛那个是上海话，他就说永远是笑容的，永远是阳光的，永远是开心的，这是我公公给每一个人的感觉。而且我公公是一个广结善缘的人，他刚刚到台湾的时候，他的公司自己做这个华夏海湾成功以后，我父亲就讲，你知道你公公在企业界大家都叫他孟尝君吗？因为只要在工作，尤其苏州人只要到台湾有困难去找我公公，他没有不帮忙的，所以那就是他的那他就是这样子的个性。然后他华夏海湾做到很成功的时候，他是如果我没有记错，他是台湾第一个发6个月薪水在年底给他的员工的，因为他就说不是我赚的，是你们赚的，谢谢你们。这就是我公公的做人的态度。他喜欢弹钢琴，他喜欢画画，喜欢唱歌，他也喜欢打球，球打得不是很好，可是他很喜欢，他 enjoy， 非常好奇他是一个很好奇的
永远像个小孩子，什么事情他都很有兴趣，他非常的好奇。觉得我很佩服的是护持佛法不遗余力啊。他到最后吃常斋的，其实我公公到最后我很佩服他，他说不吃就不吃了，那我婆婆就不信，因为我是负责烧饭的，我就跟我婆婆说，我说哎，真的不要给他了吗？我婆婆说哎，你相信他，他那么喜欢吃肉，吃什么东西怎么会不吃了呢？哎，结果真的我们那天替他在准备，他就生气了，他说我不是跟你们说我吃素吗？你们怎么听不懂啊？就这样子他决定吃素，他就吃素了。然后他非常的谦虚，他其实没有花很多时间钻研佛经，没有，可是等到他年纪大一点有空的时候，他就会拿一本心经跟我一起，然后就跟我说，我们两个一起谈一谈心经的内容，我们分享我们的心得。所以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人家尊敬的长者。然后我很佩服他的是，他在他有生之年，他安排了一个慈善的基金，到现在我们在全世界，从美国、台湾、中国，我们做了非常非常多的有益社会的事，尤其是医疗、教育这两块和文化。所以他是有远见、有计划、有心，而且度量很大、心怀大众的一位长者。谢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等一下跟顾小姐哈，还得赶回这一个佛光楼，我们有一个佛馆十周年的星云大师的纪念学术论坛，所以今天这一个论坛我想我们就到这个地方。那刚刚我们从十点一直分享到刚刚整个内容啊，我就突然想起大师一句话，一个人心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所以一个人的成就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可能一个人的成就上关乎的是他自己的心态跟他自己的性格。所以我们今天的成功与否，其实要叩问的都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到底我的思想理念、我的心态到底有没有调整好。那我想刚刚经由顾小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三位长者的故事啊，可以说等于就带着我们读的过去的历史，但是回顾历史不是停留在历史里面，而是经由历史，经由三位长者他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来启发我们每一个人，从现在开始我们应该怎么样堂堂正正的做一个人间佛教的修行者，不管是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反正我们在的地方，怎么做好一个佛教徒，怎么做好一个人就像这三位长者所示范出来的，他们这种菩萨的典范是我们大家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那最后呢，我想请顾小姐再给大家几句祝福的话，作为我们今天的 ending 好吗？我们今天能够有缘在这里相聚相见分享，都是因为我们最敬爱的大师星云大师给我们的缘分。今天虽然师父已经圆寂了，我们心里每一个人都感念着他的好，怀念着他的美，而怀念跟感念这种精神，应该是我们把我们弘扬佛法的这一个脚步走得更稳更好。我相信我们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佛光人，弘扬人间佛法，就是对师父最大的回馈。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对大师在至上最高的敬意，我们都非常的爱他，想念他。谢谢。好，那我们今天的论坛就到这里，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顾小姐。